欢迎来到我们的消费简报节目，我是你们的主持人刘英子。今天我们有一些非常吸引人的消费资讯要分享给大家。首先，大家最爱的 Crocs 凉鞋现在在亚马逊上大降价，最低只需$33，这可是比原价便宜了30%以上哦。这些鞋子以其轻便、透气和舒适的设计深受大家喜爱，还有接近50万的五星好评呢。接下来，如果你有鞋子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不用急着扔掉，只需$10，你就可以购买到 Mosol 天然迷你空气净化包，这可是成千上万亚马逊用户的心头好，能有效去除异味，让你的鞋子和健身包焕然一新。最后，为了让你的花园在夜晚更具氛围，我们推荐你购买这款太阳能花园火炬灯，现在8件套只需$29，比原价便宜了40%。这些灯具防水耐用，充满电后可提供长达8小时的光照。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Yahoo US 报道，当前 Crocs 鞋子正在打折，价格低至$33，比原价$50便宜了30%以上。无论是在家里休闲、园艺，还是去海滩，这些鞋子都能成为你夏日的必备品。Crocs 的经典款式不仅轻便、易清洗、干燥快，而且还防水，深受厨师、医务人员和孩子们的喜爱。这款鞋的舒适度无与伦比，许多用户表示穿上它就像在空中行走。根据亚马逊的数据显示，这款鞋在服装、鞋类和珠宝类别中排名第一，拥有超过496000个五星好评。尽管一些用户表示鞋码偏大，但总体来说，这款鞋因其耐用性和舒适性而备受推崇。Yahoo US 还介绍了一款名为 Mosol Natural Mini Air Purifying Bags 的空气净化袋，这款产品可以有效去除鞋子、健身包等物品中的异味。这些袋子内含竹炭，通过其数百万个孔隙吸附空气中的臭味颗粒，不含任何化学物质或香料。它们不仅能去除异味，还能吸收湿气，使用方法简单，只需放在需要净化的地方即可。每对售价$10，且可重复使用长达2年。用户只需每月将它们放在阳光下晒1小时，即可恢复吸附能力。许多用户在评论中表示，这款产品在去除鞋子和家中其他地方的异味方面效果显著。最后，Yahoo US 报道了一款 Corefair 户外太阳能灯，这款灯具在亚马逊上以$29的价格出售，原价$50。这款太阳能灯具白天充电，晚上自动点亮，提供柔和的闪烁光芒。每套包含8个灯具，防水设计，适合户外使用。用户可以将它们插在地上，用来点亮花园、泳池周围或露营地。评论中，近7000名用户给予了这款灯具5星好评，称其安装简便、耐用性强，即使在恶劣天气下也能正常工作。尽管有些用户认为灯光较弱，但总体来说，这款灯具因其美观和实用性而受到广泛欢迎。Yahoo US 的文章详细探讨了美联储可能进行的首次降息及其影响。文章指出，尽管市场呼吁尽快降息的声音越来越大，但美联储的初步降息并不一定是货币政策的重大转变。通胀指标已经下降了2年，接近美联储的2%目标，而经济活动增长明显放缓，劳动力市场逐渐正常化。尽管经济衰退的风险增加，消费支出增长停滞，债务违约率上升，但一些分析师认为降息有助于经济降温。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最近也承认经济面临的风险，并表示降低政策约束过晚或过少可能会削弱经济活动和就业。文章认为，首次降息可能不会像一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对市场产生巨大影响，降息25个基点不会显著改变货币政策的紧缩状态。尽管降息可能会对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一些反应，但与历史上的其他利率调整相比，这次降息显得相对不重要。Yahoo US 的另一篇文章为希尔斯伯勒县委员会提供了5项建议。文章详细介绍了各个选区的候选人及其政策主张。区二的共和党候选人肯·哈登是现任委员，他在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安全方面有丰富的经验和成就。区四的共和党候选人克里斯汀·米勒也是一位有广泛商业经验和社区参与的候选人，他主张财政保守主义和公共安全。区四的民主党候选人乔纳森·T·查维斯则关注住房、交通和经济增长问题。
区六的共和党候选人吉姆·戴维森和克里斯·博尔斯各有优点，但戴维森在地方事务上更为活跃和公开。区六的民主党候选人肖恩·肖泽因其丰富的法律和政治经验被认为是更强有力的候选人。Yahoo US 还报道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美国女子国家足球队 Jugend 对阵德国的比赛。美国队在首场比赛中以3-0战胜赞比亚，而德国队也以3-0战胜澳大利亚。比赛将于7月28日在马赛体育场举行，观众可以通过 Peacock USA 和 Telemundo 直播观看。文章还提供了详细的比赛时间、观看渠道以及球队阵容信息。Jugend 的新经理是曾执教切尔西的艾玛·海耶斯，球队由18名成员组成，其中8人曾参加过2020年奥运会。文章还列出了奥运会女子足球赛的完整赛程，包括小组赛和淘汰赛的时间安排。Yahoo US， 炎炎夏日，何不来点清凉的享受？冰淇淋固然美味，但我们更青睐那凉爽的刨冰。现在，你可以在家自制刨冰了。在 Amazon 上，夏威夷刨冰机仅售$55。这个小巧的机器不仅操作简单，只需将水倒入特制模具冻成冰块，再放入机器底座，按下顶部即可享受蓬松的刨冰。12000多名五星评价用户已经在家享受这款机器带来的乐趣。一位糖尿病患者表示，刨冰加无糖糖浆是低卡路里的完美小吃，甚至还给自家的狗狗做了刨冰。虽然有些用户觉得机器运转时有点吵，但他们一致认为结果是值得的。这个夏天，让夏威夷刨冰机为你带来无尽的凉爽吧。谢谢您的收看。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订阅各种简报，网址是6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Morning coffee fresh off the press, reading headlines feeling blessed.Keep turning stories unfold. Every moment news gets told. Flipping channels, clicking tabs, feeding my mind's hunger grabs. Facts and figures, images bright. News keeps rolling day and night. Headlines, headlines can't get enough.Can't get